伤口处理过了，住院部这里还需要办理几个手续，麻烦你跟我这边签一下字吧。住院？对啊。好。首先，我要替星辰谢谢大家的关心。是这样子的，我刚才一直在拍摄，最近新接了一个代言，突然听到星辰出车祸的消息，吓死我了！我赶紧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。不要紧。 以后露珠边的，我知道大家想问什么，代言不重要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星辰，更何况工作多的是，今天秋季时装周，我已经签约了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。你小姐签约了？啊，这是星辰最喜欢喝的鸡汤，我亲自熬的。对了，温小姐，车祸的肇事者是这位童小姐，您和她认识吗？她是陆星辰的小助理。 算认识吧，那请问您会追究他的责任吗？这得看星辰了，毕竟他人心好。我只能说我对星辰不离不弃，我们一定会共度难关，希望大家给我们加油打气。各位记者朋友们可能忘了，这儿是医院，陆星辰现在还在急诊室里面，如果你们再不离开的话，我就要报警。 我请你们赶紧离开！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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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新城怎么样了？还在急诊室。待会儿你把鸡汤给他，说是我做的。还有，你以后离陆新城远一点。你是灾星吗？啊？刚才那么多记者在，万一传出绯闻怎么办？还是说，你就是想接他上位？嗯，行了行了，不跟你废话。记得把鸡汤给他哦。吃点米饭吗？妹，怎么看起来那么难吃的样子？香煎鸡胸肉，补充一下蛋白质。没商量工作会怎么样，厨艺也不怎么样。应该还可以吧。我工作也很努力的。明天转运吧。没问题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我去帮你削个苹果。不准。我不相信你，你说，怎么可能我都下下去？上上去？怎么可能？你再抽一次。还是上上去？主编，你是不是在心里诅咒我啊？我是社会主义好青年，
不求助玄学的，口头不满肯定有，但诅咒绝对不可能啊。主编，我以前也很倒霉，但我这不都挺过来了吗？你离我远一点啊！主编，你要坚持。你干嘛呢？你在医院呢，别激动啊！我到底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，你要好好休养。那个倒霉蛋人呢？我在，我在，主编，我在，主编，我在这儿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。我们两个抽完签发生了一点意外，我倒还好，只是扭伤了脚，在医院观察24个小时就好了。你就比较严重，你可能得……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警察干嘛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主编，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倒霉的？遇到你这个倒霉蛋呢，是吧？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所以主编，既然是我撞了你，然后我又把你给腿给搞坏了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，照顾你到出院。我拜托你，离我远一点。好好好，我先去观察24个小时。走开，你这个倒霉蛋，不要再靠近我。还有东西没给你，这是你抽了签。啊，不是这个，错了。上上，这是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怎么可能？走，赶快，这轮出去。我待会上去就知道了。这引起了我的公司，我联系一下人事，到时候跟您。今天人事组真巧，到这个位置都要修改一下。陆总。好久不见。嗨，好久不见。不好意思啊，还得麻烦你个事情，我找一下童小优。他今天请假了，说是受伤在医院。请假？嗯。受伤？嗯。严不严重啊？应该还好吧。那他现在在哪家医院啊？这个我不太清楚。那现在把这个送给你们好了，分给大家吃。谢谢，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陆总，医院我帮你查一下。谁找你啊？你先吃个苹果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回来接着给你削。喂，啊，你已经到门口了，在哪儿呢？要不要我下来接你啊？喂，见到我手机都高兴的扔了。对啊。脚伤严重吗？哦，还行，应该很快就好了。那就好。你怎么知道我住院了？你是不是忘了我们今天约好了要见路人的？所以我去杂志社找你，结果他们说你受伤了。对，我就来看看你。你住这边吧，我扶你进去。不用了，里面那个病人脾气不好，容易发火扔东西，真的很凶的。可是你脚还没好利索，我觉得还是先回去吧。怎么了？我觉得我肚子有点疼。肚子疼？等我一下，我去喊医生。不用了不用了，就是岔气，一会儿就好了。确定？
确定，确定，确定。啊，但是我觉得要不稳妥起见，咱们还是进去吧啊。我觉得你好不容易来一次医院，不如找个咖啡厅坐一下吧。咖啡厅？走啊，走走走。要不还是让我扶着你吧。